喺考王心目中最好嘅演員就係佘詩曼，佢一個當之無愧嘅時候，佘詩曼親自去佢退休宴，打咗條成斤重嘅金鏈俾佢。呢啲唔係時候，我唔講你嘅戲，我只係講你嘅人品。人品佢去到边度都冇得输。佘诗曼一直以来都是非常有亲和力的。近日，佘诗曼去武汉为贾乃亮站台，宣传贾乃亮新开的火锅店，但是却被爆出佘诗曼疑似耍大牌。原来是佘诗曼在进入某商场的时候，因为商场人太多了，于是安排了数十名保镖为其开路。有粉丝站在前面拍佘诗曼，不料却遭到了保镖的推搡。而后面的佘诗曼还在和粉丝们打招呼，看样子是不知道前面发生了什么事情。但是这件事情却让网友质疑佘诗曼耍大牌。但是也有不少网友呼吁追星要理性，因为视频里的粉丝确实是挡路了，但是保镖推搡的举动实在是有点过分。佘诗曼在后面应该是没有看到前面的事情，毕竟佘诗曼的人品是真的没话说。苑琼丹曾表示过，佘诗曼就是最好的演员，因为她的人品做什么都不会差的。关注我，关注我，关注我。